味的四喜烤麸，让我们看看怎么制作的吧。将烤麸切成长宽约 1.5 厘米的正方块，尽量保证大小均匀，方便入味。提前两小时用水泡发黑木耳、黄花菜和香菇。泡发好的香菇去蒂后，再对半切开。将春笋去皮后，改刀切成大片以备用。烧一锅热水，水开后放入春笋，中火煮三分钟。再放入泡发好的香菇和黑木耳，继续煮三分钟。最后倒入黄花菜，中火煮30秒，将四样食材捞出沥干备用。保持锅内水沸腾，倒入烤麸块，中火煮2分钟后捞出。烧一锅热油，待油温升至4成热，约120摄氏度时放入烤麸，中火炸2分钟定型捞出。待油温升至6成热，约180摄氏度时放入烤麸，复炸1分钟至金黄。热锅冷油，煸香八角1个，香叶2片，用老抽6克，生抽20克，糖30克调味。倒水200克，将笋片、香菇、黑木耳、黄花菜用中火煮5分钟。加入烤麸，不断拌炒2分钟收汁。出锅前淋上芝麻油10克，撒熟花生米40克。四喜烤麸就做好啦。更多美食食谱和生活分享，赶紧搜索微体兔来订阅我们吧。